年就是要喝燕窝，自己喝还是要送朋友？我只选 Jinx 金氏冻龄燕，我的 superstar。 Jinx 金氏冻龄燕现已在金氏门市和官网以及金爷爷新春专柜和官网上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x 金氏冻龄燕代言人 Ella。 新的一年好运安康送给你，苦尽甘来过好年。Jinx 金氏冻龄燕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哥曼东岩洞的金丝冻燕，搭配喜马拉雅山的黄金崖蜜，所有冻龄精华都浓缩在这一小瓶里，让我由内而外的双重保养，达到双倍冻龄的体验。这就是我的新春，我的 superstar Jinx 金氏冻龄燕，我的冻龄秘密。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x 金氏冻龄燕的代言人 Ella 陈嘉桦。天哪，好漂亮！就是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的人，只要是我，光是我本人站那边，我就闪耀的不得了，巨星嘛！哎呦，帅哥！其实像二十岁的我，就是刚入行，那一入行就不小心变 superstar 了。我只能说那个时候我很幸运，那个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三十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更了解自己的，更了解自己要什么。所以我觉得三十岁的那个 superstar， 那个自己是刚开始了解自己的 superstar。看到一些照片就好想去旅。然后到了四十岁的我，到了现在。我的身份又多了一个妈妈的身份，我觉得现在是我非常自在，而且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我很享受这个年纪，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要我跟二十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我只能说 Ella， 就是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认真的过好每一天。我相信未来的你会更喜欢你自己。人生非常的精彩。我其实也是入行了以后，我才开始接触到何谓保养。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公司的同事还带着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保养品。但是当你可能真的很忙碌的工作以后，你会发现说，原来保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或者是吃的东西的保养的话，你的状态就会由内而外的更完整。我很喜欢金氏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可以让你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不同阶段的精彩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属于你的精彩。不管是二十岁的我、三十岁的我到四十岁的我，然后这些精彩的人生，成就了现在的我，成就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Ella。金氏就是燕窝界的精品，因为它用最好的，他们用的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巴的哥曼东岩洞里面的金丝燕。听到就觉得，哦，这头衔也太厉害了吧！加上喜马拉雅山的黄金崖蜜，这两个东西淬炼在这小小的一瓶里面，所以我可以称之它为神奇的冻龄燕。每天一瓶金丝冻燕，还有高山崖蜜的神奇配方，让你可以得到双倍的滋养，双倍的动力 ，Amazing Magic。金氏冻龄燕呢，现在在全马的金氏门店、还有金氏官网以及金爷爷官网都已经可以买得到喽。恭喜恭喜恭喜你！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 superstar Jinx 金氏冻龄燕，我的冻龄秘密。